看一下，我先把，好，我先把这个我们的电路先放在旁边 ，OK， 好，现在假设我们好，你看哦，我们假设用，可能我们这边只做到，你们只做到八伏嘛，哈、哦，我们讲到外差，好，如果是八伏 ，OK， 我们假设用八伏来做，因为八伏是你用的点，比较简单，八伏来做 ，OK， 所以。好，我假设还是一样，我们八五三分之一应该是可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现在问题是 RC 要多大？这个地方有带商圈，这个地方我们就给八伏，最高是八伏，这地方是分压，八伏过来，等一下你就直接做八伏。哦，我要算它的 Q 点，等一下你要告诉我 VCE。跟 IC， 抱歉 ，IC 擦掉。我的，哦，我这里叫 IC， 好，好 ，OK。那如果这里我们还是维持100，我看一下，等一下我们拿到的是4756，假设一半。4756，很难去评估它。我看一下怎么样的话来教导它。八伏的话，我们走这样。老师先训，我先画线。八伏在这边，等一下你做的时候，等一下我来上去印这个给你。好，然后你的八伏在这边。我等一下说明这个线的意义。好，现在你想要的话，拼压在 IC， 比如说是在零点，好，假设零点，这是反过来的，好，看怎么做。如果是1K的话，有没有0.8这么高的电流？没有，没有到那么高。OK， 所以。所以我们就要更来讲的话，更大一点是吗？更大一点。好，看一下这边假设是0.9050，说错了，三位数，三位数，然后更大一点。好，假设在这里好了，假设这里这是0.3吗？看一下，老师眼睛不是，这是3吗？我看原档，3对哈，3，好，有3，就30人一次，乘1000就30 mini。哦，回过头来，好，哇，我有没有这样的，我有没有这样的电阻？看一下，我找一个合适的电阻。好，你们现在可能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再一一解释。我是33K、47K、22K。66，看一下，三百三，470，我有400，应该有470的，17，我看一下会在这里，17，好，如果更小一点，220，确定是有的。230，36。OK， 我拿
拿220欧姆给你，刚好我这边给一 K 给太大，哦，好，我这个地方，我等一下拿220欧姆给你们。它会交到36的地方，36，在约莫在这里。然后我来画，好，现在老师用手画在平板上，说我没有尺，你们等一下有尺，我会给你们一人一张方格纸，印出来之后，你们有一张 A4 的白纸之后，我给你一个方格纸，它是一个半透明的，套在上面，把你的线描上来就可以了，这样。当然，我们这边有印表镜，你直接把你 Excel 稿直接，我们如果能够印出在那个薄纸上是可以的，是我们没有这个印表镜。好，还相当值的哈，哦，好，这个就是你的护展线。我等一下说你的偏压点就在这上面，等一下在这边，然后在这里的话，我们要用的是，哎，然后这里的话是好 ，OK， 我们的 IP 待定，我们看一下，我这边假设我这边是给。能有的100 K 是一定有，这个我确认。下来50 K 的可能没有，但47 K 的会有，56 K 的会有。好，我如果拿56 K 的，我找找看，好不好？56 K， 老师确认一下，免得老师又再重做。好，我先停在这边。那我过去调房库房看一下，56 K 应该是有。220欧姆，56 K， 如果有100 K， 如果有我就直接拿过来给大家。你的二，你把这个地方改成51 K， 51 K， 我们手边有51 K， 56 K 没几条，我就不拿过来了。你到时候全班就没有办法。我那时候大概那边只有五六个，哦，51 K， 你先把它接起来，一边接脚。看一下，然后把它接起来，这很简单。然后先接到电源供应器，电源供应器给八伏，先不要输出，这样。你一按其实就找到了。那我要告诉你图解法怎么找到这个点，理解吗？你直接量就一秒钟的事。你先把这个电路接起来，这是对 skill 来讲，对接线来讲，哦，应该就是这样。但为什么我要跟你讲？重点是在为什么图解法，哦，好吗？量出来的值就可以知道学长这个特性曲线量的准不准了。平常心讲，如果出来我们所推的东西跟他量出来的东西，跟我们等一下照这样子量出来的东西，如果很接近的话，表示他做得很准，这个线三条线做得很准，也许他做得不准，哦，好吗？那你们教的我会给分数，明天我会要 TA 去做平均值。我们的值会落在三个区间哦，3210误差最近的达到三分，就是基本上是满分，哦，啊，有误差超过18%的就是零分，哦，零分的要常做，你们说话快点。你要切的比较快，这才是正常。
这个每一个都是考试的那个材料哦。麻烦你再我看一下，我等一下给你的白纸旁边那个是，我等一下给你这个图。来看这边，老师等一下给你这个图。等一下，我没有雷射。好，我等一下给你这个图。这个图呢印出来之后，它旁边还有空白的地方，麻烦把这个电路画一下，以及画一个实验的表。这个实验表长这样，这个实验的表长这样，麻烦你量出 V 220是多少，所以 IC 是多少？哦 ，IC 会等于 V， 你量出来这个值拿来除以220，你就除以0.022就好了，出来就是 mA。OK， V220，这是你量的，这是多少？把它套过来这里。OK， 然后你直接把你的万用电表的红黑棒去靠这两个角 ，VC 就直接出来，这个就是你的 Q 点。好吗？你电路接完之后做这件事情，只是30秒的事情而已。好，你先把它做起来。老师，等一下，重点是在于怎么样把这个纸给用图解法给看出来。我现在去印5张，帮我5张，可以吗？
哦，爸，对，哦，
好，我现在叫你这个。
说你这个纸怎么出来，哦，你要预估，所以你将来就是说你想要什么，就是电话，你不一定买 K 跟 K 的，也不一定发的，你会 particularly 完全会要它产生你要的电压，这个就是工程师了，哦。设计电路的第一步是这个，好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你们先 OK 都应该量出来了吧？好，这样子，你们先坐下来，这个纸上面有名字跟学号都是要上传的，好，你们今天上传，今天工下没办法，再请他们这里出来，再找时间来做，这样快就上传，好，按照他的。这样理解吗？你画一个电路在上面，这个小电路手放在边边小小的地方，这个这样理解吗？然后你画一个表格，像这样 V220 IC 跟 VCE， 然后把你的纸写下来。这是今天你要交给我的东西。OK， 现在你荧幕上面。OK， 你量出两个纸来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角郊区。一定要独立学会哦，一定要独立学会哦，因为考试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，你一个人要完成，时间是有限的，不是无限大的，要相信自己啊，这个没有什么难的啊，才几个节点而已，一毛啊。好，没有，先我看一下。好，你们这个部分要也是今天一点钱要交哦。今天就没有拍片这件事了哦。就等一下，你应该是现在可以交了，不是三分钟吗？十二点前好了啦，不要一点了，一点太小看你了。那就离开这里的时候啊。不要了，你现在就赶快做了，你在讲什么呢？画图不用了，画图是老师现在等你们，你们只要给词就好了。值不就现在就有了吗？画图的部分老师现在要讲，你们只要给值，好一点好了 ，OK。那我们上传到他们这个地方，哦，好。哦，我再开一个补教区，就这样，给
给他们没有来的，这样。那有问题吗？OK， 好，你们先上传好不好？先上传。有两个补，你们不要交到补交区去啊，你们就要交今天的。1219。交到 December 哈，12月19号。好，请回到座位吧。做完了吗？那你现在做什么就上传吗？那个机器有什么困难？那个纸就可以了。我只要你两个数据啊，三个数据。没有。好吗？我拍照，我拍照。我只要你这个而已，这个表跟这个，你这个电路要画一下哦，因为我们这个值到最后决定的51K、100K 就看我们现有的手边有的220欧姆是 RC 8欧姆8伏特哦，我现在秀在你画面上的哦，这个要你的纸张上面已经有那个图哦，那个线不用画，那个斜的线是等一下我要讲的，你只要右手边这边，来知道我是讲什么吗？这个你要自己手画一下，在你空白处，这个电路小电路你也稍微画一下，你接电路是接这个的，哦，就这样，啊，把你的纸放进来就好了，哦啊，把这个，你看用拍照了吧，哎，这样拍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手边停了，这边还在忙什么？不是那个，有点更多时间，没有，不是我们测出来是零点七，有点怪，为什么你知道怪怪的？我后来没想问你知道怪怪，哪里零点七在？那你也不知道正确，你这样讲也很怪啊，为什么叫怪怪啊？除非你知道在哪里。
面对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，上电八伏是不会有错的。你知道我们建筑界错，建筑界错，对我们建筑界错，我们小孩都知道，老师到现在，困惑到现在。前二四个点都接错了，如果你连角都不知道的话，是没有接错的。哎呀，不会吧？不会，我也不认为你会接错啊。没关系，就照你这样子，中间会那个。如果你们说你错在哪边呢？如果有错了，你不要对自己没有信心，然后你做的是对的。哦，一次做对的人不厉害。错了，然后到时候我们都错了，然后后来改对了，这个很厉害，这个提到的更多。好，问一下，你们知道你这么慢？行啊，好，好不好 ？OK， 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的，往上标一下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的。哦，欢迎你 ，OK， 坐下来，你看老师站着，老师上面站着，好 ，OK 了你要做实践，这下你这一组而已嘛，我说让我跳完了，哦，好，回到你的位置，要不要讲什么，把这个东西弄出来，好。来，先上传。你们刚做完，要先画成这样子，电路跟这个表要画上去之后，把整个上传。我给你的 A4 的那个图，啊，那个图，我就直接在那个平板上面做我要做的事，跟你讲。哦，这样理解吗？好，那现在当然老师强迫你接受学长的数据，我印给你的是从学长那个三条图三条线来的，您。自己的并不是这个图，哦，我先声明，哦，啊，我也不知道他，我刚刚已经跟 TA 约中午的时间了，我要叫他们做，哦，做了之后才有办法给你们这个部分的分数，这样清楚吗？那三条线的分数，哦，好 ，OK， 所以现在我们的时间还剩下20分钟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我跟大家讲，你在这个地方。这条线画上来，这条线是怎么来的 ？OK， 重新来，用51K， 我刚刚是用56K 吧，还是多少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叫51K， 我这条线重画。嗯，哦，我存了，哇，然后我等会有没有帮我上一步？没办法，我大概已经。哦，可以，好，那我试试看，没有办法，就我撑过了，可以，涂不掉，还好他有记录，那个，我怕把电路也，把电路也会用掉，电掉我重画没关系，看一下，最多是这样的，他只记了这里而已，只记到这里，好，就这样。我这个红色的部分呢，老师要把它涂掉哦，我看一下清楚所有的笔记。好清楚。来，我从这边开始跟大家一一来说明我们怎么来做这个图。好，首先我们要画一条负载线，我们的电路长这样。好，我们要重画这个部分来，我们的电路原来是这样的。这地方接了220毫米到八伏特的地方，因为我为什么取八伏？因为这里我们之前24个点最大定量我们只给了 VDS， 只给了对不起 V 的这个 C 一最多只给了八伏，所以我们就给八伏，这是220。这个地方我们要重算，因为这里我们是用100，你刚刚说吧，是用100。去串51K， 这边我们代为零重做一次，啊，好，我重做之后把它接到这边来，我们会变成代为零等效电压大概约莫是4伏左右，
哦，老师做准的跟你讲是多少呢？这个样子。好，分腰100加51分之51乘以8，我们做做看。所以151分之151分之51，好，0.3377，然后乘以8，我们这边得到带宏开路平压是2.7伏，接过来这个电阻当然就是两个的并联，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，这个约莫是33.3K 啊，我们看一下真正的值，现在51影响不大。所以变成相乘除以相加，所以是5100，51乘上100，5100，再除以151，33.77 ，OK， 33.77 ，77K， 哦，这都理论值啊，因为你电阻其实也有误差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接过来我们就是从标准值来做，这是8伏。从这里来分析，这是求解析法。但我们就用图解法，我们就完全忘掉它。OK， 我们就直接来做。做什么事呢？首先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想想看哦，我们要这个是什么？这是 IC 对 VCE 的图，做图。然后这个参数是 IB， 记不记得？你做的嘛，对不对？前两个礼拜你做的。好，那这两 VCE 的其实在这个轴上，我们想想看，这里如果有一个 KVL 的线。回路曲线的话，我们怎么定这条线？很简单，这边有 IC， 这边有 VCE， 当然你可以写出来 ，IC 乘上 RC 就220，再加上 VCE， 这一段压降加这段等于这一段压降就是等于 VDD， VCC 就是8伏。OK， 这样理解吗？好，所以。IC 跟 VC 正好是我们的变数，在这个轴上，在这个坐标平面上，所以刚刚好我们来做。做的时候，这个是国中一年级的东西，啊 ，XY 是一元，啊，所以二元一次方程式是一条直线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想想看两个特殊的情况，截距，你高中可能也学过了，直线的方程式截距。好，首先第一个，我们这个变数的 VC，IC 完全没有电流的时候，请问你 VC 是多少？VC 是零，对不对？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？OK， 可以哦。你令它为零的时候 ，VC 等于八伏啦，讲错了，八伏。好，另外一个情况是 VC 为零，所有的压降八伏全部降在220欧姆上面，它的电流是多少？除过去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这里纵轴上面会是八除以0.2K， 这样理解吗？IC 上面的截距，所以电流量截距八除以0.22，多少？36.36。32在哪里呢？在这里。36.36在哪里呢？36.36在这里。这里是连我比它低一点点的地方。好，36在中间点36，大概在这里的地方。好，比36.5高一点点，一咪咪。大概是这样，你刚才的答案就在这上面而已，就在这上面。我看一下，哦对，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这样讲对吗？对，因为你已经除以220了，就在这上面。那到底是谁呢？到底是谁呢？好，到底是谁？你的 C， 好，我一个一个先检查，等一下我告诉你，这是。你在这上面，那要看谁？最后我们 IB 还没看到，所以 IB 会是谁？看一下 IB 你要自己看一下 IB 要 IB 可能可以该讲 IB 好 IB 可以自己量，我刚刚没有要你们去量，
我刚刚没有要你们去量这个电压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量，不然这个电压 IB 也不对哈，这个电压也不是 IB， 是进去的电流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告诉我哦，反推来。你们四个有四个答案嘛？五个人有两个人是一组嘛？对，你们应该各自做啊，这样会比较好，因为这个没有很难。啊，我先一个一个问啊。来，张一鸣，你的 VC 是多少？刚刚上传的 VC 5.5伏特在这边。然后你的电流来，你告诉我5.5就好了。你的电流应该不到10，对不对？对。10.9，那差不多在这里。哦，10.9，所以那有可能是老师这条线画的不是那么直。哦，好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老师现在给你，方格子你能贴得很紧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因为你这个已经画定了，这还是给画定了。我现在给你，我现在。你在你的纸上面直接像老师这样画直线，因为我这个直线已经没画好，然后我这个36应该也太高，有可能吗？我不知道，你画一下。好，啊，当然再来就是你这个东西是不准的，就这样。好，你现在你能不能让你手边有那个直尺的东西吗？听到我切了，有这个，我手边没有尺，你有没有直尺东西或者这笔？你在表示那个牌子上面找到 36.3， 会不会标 36.3 的点，在学长的这个坐标上面，就像老师这样，我就不去看的哦。你们，你在这里，因为我标的不好， 0.04 就是40，因为要乘1000， 0.03 就是30， 30跟40之间，你找到36.336那个点，把它点着。这个地方85没问题，点着。好，85那个地方刚好扣在这上面。麻烦你这两个点之间，你用一个尺把它连成一条线。哦，那个我是我一点的号码就掉了。好，你们每一个人先做这件事，好不好？这件事，你有什么？我说全卡可以，全卡对吗？全卡，用全卡。哦，全卡过那个长度。来，我去拿。旁边有30公分的水，看看。需要水的有没有？需要水的来，你这边水太大了，你都不用了，很好，换了一支，来，你换一下，它死掉了火哦。好，换完之后，刚学长量那个 VC 是5，对不对？是5嘛？哦，来，你把我的那边这样子把它画上，好像老师这样，第二天画上来。然后跟这条你刚画的斜直线的焦点，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它的纵坐标是多少。哦，我这个跟学长刚刚量出来的 IC 差太多了。哦，我这里大概只有6-7mA而已。哦，啊，没有关系，就是说是这样找的，这样找完的，你自己就找到了。哎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当然了，这边220是不是真的220毫米？正负百分之五的误差嘛，对，最后一条线是第一线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等就这样，你做完了，今天就是教大家各位这个江湖的抗洪有稳第33招，哦，就很好用，哦，所以你看，好，来，刚是徐总的值，来，你刚的值，你怀疑你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刚的值是多少？36.8，是在哪里？36.8有上来，你是哪条线？两条线的？不是接这里，是这边。
本身这个是错的，因为本身这个是错的，哦，
那你们要不要在你们将近八年的时候，那几个人呢？还是你今天亲自在量身上？八年，八年，正式变成八年了。对对对，啊，怎么的？这门不能送啊，干嘛送？我们干嘛哪里有送这门？我们只有一个啊，我们只有一个店名，八福跟民警啊。然后呢，摆二十就是要算爱心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三点四级，能上能到。看出来吧，规格，规格，我叫听来一下，规格，规格，各 TO 九二，你上网看一下，知道吗？上网看一下，老师没有记起来啊，我真的没有记起来，我们看这里 ，TO 九二，看这边就好了，这边就有，你看这边。等一下啊，好，这边 TO92 包装，你可以看到这边一二三角，一，为什么是 K？ 这是什么 marker？ 22222，一，然后呢？二角，一二三角，好，你看哦 ，B 中间是 B， 那个谁，关哥你怎么？你不能碰中间的点啊，中间是 B 啊，应该是左右两边，一二三，看到没？来，我播给你看。哦，那个熊喊嘛，你们这学期要跟他相处那么久，看到吗？看到没？你的二号角是 B 角，看那个表，这里二号角是 B 角，这里，对吗？是 B 角，不对啊，我们要量 C 呢，你碰中间角干嘛？一跟三对了哦，好，很好，我记得是 EBC 嘛，好 EBC 嘛，好 ，OK。那你这样呢？你再等我看，你的面表 ，ECB 多少？4.45，好，没错，你做的是对的啊，4.45跟现在差不多的，好，所以说应该是这样上来，这条线。我刚刚有抓你的下来啊，这个，好来，老师用你的来做。好，我们已经打中了，差不多是这样，没关系，你做，但是你现在学会了怎么画，现在就是说有可能。给你的参考的是错的，哦，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要你们用自己的，也是这个道理了。其实，好，我现在用宽仁的
做一下宽能量说。